秤台连接仪表和三色灯。设置仪表 High 警报。上限值 1.5 千克。下限值 1.4 千克。台秤放上1千克砝码，三色灯亮黄灯。放上 1.5 千克砝码，三色灯亮绿灯。再加5克砝码，三色灯亮红灯，发出警报。设置仪表 OK 警报。台秤放上1千克砝码，三色灯亮黄灯。放 1.5 克砝码，三色灯亮绿灯，发出警报。加放5克砝码，三色灯亮红灯。